没做呢？嗯，马上就做了。看看啊，这是啥？汤面呗。蘸汤吃。哎，你给转一个，看看。整成三个小团儿。烫一下吧，得烫一下子。烫一下子，用水啊。把面搁锅里，水开了烫一下，烫外皮儿。有一韭菜皮儿那么扣儿，完再捞出来，捞出来再那个，揣一揣，揣匀乎它再转。忘了，小时候光吃嘞，没看你怎么做的。你把那个，我看一下。汤套啊，那个汤套。汤套。嗯，搁套在大手指上，这么转。我记得小时候是看过这个东西，现在这个东西应该很少见了。泡面，给它烫熟了。烫熟一点，不能烫熟太多，烫熟太多就粘了。粘整完做不圆乎。筷子扎不好。嗯，就外表那啥吧。它一层皮儿，它没有熟的，它不那个什么，不筋的，一转它就折了。嗯。那还得和一下吧。嗯。烫手啊。锅里的水，带上了吗？看看带哪嘎了。啊，就是这么带的呗。嗯。套上了，套上了是吧？行，来吧。要干蘸点水，蘸点什么？蘸点液水不就好了？烫。就整个烫，这蘸搁锅里稍微蘸一点，一整就哎，就能转。好了，开始出锅呗。嗯。做好了，汤呢？汤。